嗯，我的本名就是红玲。没有全体耶！我天啊！反正你不会，那你不用开机吗？用本名失控组不多，都会被查水表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假的？暗龙使，暗龙使开这关的附加效果。开暗龙使就好了。好像够哎，衡阳老实说哈，好，这一关怎么办？这一关我竟然要带走他，没有鹿头是安全的，什么没有露鹿头？哦，没有骷髅头是安全的，没有骷髅头是安全的。向日葵是满技的，向日葵满技，这边慢慢打，有的话就尽量开。暗龙使，暗龙要关起来，暗龙使要关起来哦。暗龙使它有附加消除吗？暗龙使要关，慢慢打。起来比较好，可是我现在没办法关啊。
JAST， 暗龙使。暗龙使现在是开的耶，可是它怎么关了？四把剑都冷到六颗，好像就破防。可以叫我迪西我觉得不用关，如果我会死的话，跟毒龙跟水龙是一起开破防。新年快乐！我怕他转不好而已。好，这最后一个成就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一关也是慢慢转吗？新年快乐！这里可以再撑一下吗？这里可以再撑吗？可以开毒龙吧？
由暗珠开毒龙。开毒龙，开毒龙回血。嘎逼要多来看，嘎逼回血。那这里一样留暗珠，开毒龙加水溶石应该可以破啦，毒龙应该可以破。所以我一样是留暗珠，先不开嘛。所以现在一样就是留暗珠。这里只能开了吧，可以再回合，果然还是要关掉比较稳。哦，那这里有两串应该可以过吗？行吗？开毒龙加水龙石，然后两串。嗨，凋零，听看看，开始。火了，强化。应该可以再洗洗洗，应该可以偷回合吧。生长不吃石头，靠毒龙打怪熬天。好了，
请问用无属性相克隆科达奥丁为什么？嗨，千绿。到巧巧了，怎么办？巧巧要一击杀死他，打爆他。在网上求温暖。开水龙石跟毒龙，开向日葵，要开水龙石吧，打爆巧巧，开水龙直接打毒龙，水龙石毒龙，第一条血开，向日葵，洗回水龙石，要先洗回水龙石哦。不要开，可是这样子没办法输出欸，
水龙石跳了，水龙石跳了。这样，这样就是这样。然后危险开毒龙回血，就认真打。哎，没有要开哦，所以就一样认真打。转大力杀了他，一样哦。暗墙尽量不要断，可是他又没有暗珠，我怎么不要断他？我要开那个了吧？这里我没有按住了，我应该开向日葵了吧？还是要开毒龙？你们觉得开毒龙还是向日葵？开毒龙，难洗。消杂猪还可以一次哦。我觉得红莲不会留暗，因为要输出水也不会流汗啊，你看完全没流汗珠欸。如果能订阅看，可以订阅看看啊，用买卡就可以了，买卡150点就可以了。我记得好像平顺也是用买卡吧，好像可以问他。流汗珠，你先消满板杂珠，先消流汗珠。先绿一下，等转属。可是我这样不会被他杀吗？不会，他现在有骷髅头欸，他现在有流暗珠 ，gage 卡 ，gage 卡也可以，是不是？现在不会被他杀，那我就先。可是我暗珠也没有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直接转，直接转水鼠，会直接转水鼠。那这里呢？这里他会先打我一下吧，可以送他回家了。哎，可是他没有属性相克，全开了。属性相克就只有木可以输出欸，不是吗？开向日葵，水龙毒龙才有伤，毒龙才有伤害。可是现在按全靠毒龙伤害，请开向日葵可以靠按毒龙打败他。
毒龙秋扣，可是不是会全部在那个暗龙石那里吗？哦，伤害会扩散。不开你会死，水龙石会每一只都打哦。那我就全开了哦。送你。龙科也太烂了吧！全部都集在一坨，到底是怎么点的？天哪！史上最低分1200，好了，这样也过了。史上最低分，烂死了！为什么那一节？因为没有卡片可以带，因为找不到其他，因为找不到其他卡片塞。我看一下，应该可以逆转它了。哎、欸，逆转是不是很好啊？